第三是居舍，在家居士可以吃白皮鸡蛋，请问师父是不是可以？我不懂得什么白皮鸡蛋，鸡蛋还有很多种颜色。这个问题过去有同学问过，那么只要不是种蛋，那么吃鸡蛋呢，就跟牛奶一样，不杀生呢，不伤害它的生命。如果这个蛋可以孵小鸡，这个蛋就有生命，那就是杀生。如果是不能孵小鸡的，这个不是种蛋，一般讲的时候是可以吃的，那么想想大都市里面，这个市场里面卖的鸡蛋呢，大概都不是种蛋。我听说种蛋很不好买，一般市场都买不到，而且价钱呢也会比较高一些。不过现在吃这些东西很麻烦，听说这些畜生呢，饲养畜生的人，这些喂他的饲料啊，里面掺杂着有些基因的东西，恐怕吃的时候会带来很多疾病。这一类东西还是少吃为妙。